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《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》废品机械师啊，咱们现在呀、已经种上了最最这个珍贵的啊，菠萝，还有菜花啊，西兰花种子，这两个呢，攒多了，咱们就可以换喷子枪，还有这个机枪啊。你看这下边全是掉落物们，这刚才来了一帮机器人来要回我的地，用这个丐帮打狗棍法都给他们抽死了。OK， 小伙伴们可能这个没看过前面的小伙伴可觉得这啥整几个破棍儿，我给你看一下他们的威力啊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妈呀，我到家了，你这啥玩意儿把我给打进来啊。咱们看一下啊，我现在要干嘛呢？我要做这个水炮啊，这片都是荒废的，因为没有水的事儿，我还得做一点，那我去找去啊。找我就得飞呀、走吧，我给下来，然后咱们放在这个位置，好了吗？走吧，咱们去找那个什么去啊，叫蜂胶的东西。那附近呢、哪儿有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有个空投。那个耕地那边咱就不管了啊，在路边上啊，有那个石头上面有，哎，这像这样的地方就有，咱就得慢慢找了啊。这儿呗，十个能做一个水炮啊，刚才我查了一下，这还有 ，OK。大概吧，一个水泡大概能供两趟的水，有时候有点浇不满呢、大概这个意思。我看几个了，八个，你缺德，十个就能做一个，上面有俩空投哎，咱们上去看看吧，溜达吧。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坑的这个后期了，哎，怎么瓢了呢？这个呀、得起飞之前呢，得吃。哎呦我去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？吓我一跳，我去。现在已经到了后期啊，就是咱们就是现在是玩，然后呢换那两把枪，喷子和机枪。哎我去，哎我的妈，这俩破空投这么难拿吗？下来，我看一下啊，枪，哎呀，部件套装俩，我去，这么好，谢谢哦。这什么耕地？哎呀，现在的空投给这么好吗？我还得找蜂胶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飞行器每次都得这样吗？每次都得支一下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啊必须得是两边尽量是平衡，不能一头重一头轻的那样的感觉啊。像这种石头一般会有时候会有，那也不一定啊，咱就得穷溜达，然后看，没看着，别告诉我这儿又有老头了，有吗？这儿住着个老头，可以把那老头弄回家。老有吗？哦，应该没有了，咱们给运走了啊，这边的老头。下来，然后咱们拿下那空投啊！嘿，子弹、甜菜，咱吃点饭吧。有机器人，摆正一点啊！哪有啊？蜂胶还挺难混呢、哪儿蜂胶多呀？这儿啊，看见没？这种石头这儿，这焦黄的这儿。哎呦我的个天！我这小短腿也上不去啊，把它支上啊！前面支一下，要不然它那个自平衡系统一直打开吃内存，有时候玩玩就会卡。哎我去，够了吗？够做一个水泡了，多种一趟差不少呢。其实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耕地啊再给拉长一点啊，那还有富裕的地方。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啊。这还有吗？这种大块的石头啊，有吗？没有就得瞎溜达。这边是我们原来的耕地，我这边得弄一个，哎，把我扔下来了。那个什么呀，咱们蓄点油啊，往这里边啊，它这个自平衡啊。把这箱子拿下来，让他给我们做点那个汽油得了，是不是？你有地方没？没有什么地方。这个扔了，开关，这个不要了，电池不知道有什么用啊。汽油有一点，这个扔了吧，这个不要了。行，我把它摘起来啊。老板可能奇怪，你摘它干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得放在它上边，然后它才能给你造那个什么，它能给你那个做那个汽油。这玩意儿得咋的？这样可以吗？来扎那儿呢，赶快给我做汽油啊！因为咱们你看你也看到了，飞行器它都得需要汽油。这个能不能让它升级一下啊？20个，你做东西太慢了。这箱子里边是不是就有部件套装？给我，行，来给大爷升级一下，满级了啊！他应该做的是最快的了，现在，行，做吧。什么时候他不做呢？这里边满了以后啊，要不然太慢了做的。那这么地儿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来，使劲给我做。这样就是循环做的意思啊，不过我不太放心，你扎浪的吧，你节省点时间，这样能快点。6秒一个啊，一组是几个呀、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？行，那我就溜达去吧，找那个什么玩意儿啊，找那个那边石头多，我看那边多不多啊。好、哥，我
哦，我看错了，黄了吧唧的，我以为是呢，不是啊，没有吗？我蜂胶这么难找呢？以前那破烂我都白给我都不要都，这也忒难找了这个。其实空中啊能看着啊，有的话一下就能看着，没有。大石头啊，你这石头这么多啊，我也没见有啊，有吗？其实我这个不属于飞机，属于飞行器是吧？没有啊，应该有啊，没看着。不能飞太快啊，给我扔下来，我找又费劲。有的小伙伴可能说了，你飞行器上面弄一个 GPS 定位呗，你看太沉了，对它的负担大，对这个飞行器的负担大。沉的话你动力你得足啊，动力足你可能又得往上安那个什么火箭推进器，你要是不差钱也没事儿，而且还特别费油。没有啊，这都找多远了，还是在道边找吧，是吧？道边那种大石头容易有，你能不晃不？你这晃劲儿的，这样的石头一般有。看到了，搁那儿呢，看到吗？这个每次啊下来以后修正一下其实是对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它已经平衡有点打破了。这好多呀、啊，都给我！哎呀，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我去，这枪还是挺好使的啊。OK， 好了吗？怎么老卡着呢？是我错觉吗？还有吗？没了吗？哎我的妈！哎我的妈！哦，这还有啊？还有没？能做两个水泡了啊？应该没了吧？应该没了。我看一下几个了？26个，10个能做一个。这破奶昔喝了吧。你走呗，往回走呗，坐俩是俩呗，是不是啊 ？OK， 起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我说的嘛，这飞机这么晃呢，我把箱子摘下来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可不，它就晃，它这个劲儿太大了。现在你想啊，就像一个战斗机是吧？它把那个什么导弹啥全给卸了，就是个空架子。它可不，这动力过剩，找个平地啊，让它那个找一下平衡，越平越好，是吧？这样的地方。OK， 怎么样了？差不多我就走了，我怎么感觉你坐的还怎么啊？每回两个不能吧？每回是5个啊，速度不能再快点了吗？这个我估计啊，你人得看在这儿，它数据读不到像我刚才去的那么远的地方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我看一下啊，这还有个灯呢，这灯我给安在我这儿啊，放哪儿它都当害呀、啊。其实啊，这样啊，冲下，你这怎么算是冲下啊？是这样吗？对，意思意思啊，流量不好嘛，是吧？怎么样了？够了吧？我还得存别的东西，攒起来吧。攒起来以后给它安上啊。原来啥样呢？原来是这样吗？原来我记得是躺着的。这样，横过来，这样不对。等一下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也不是这样的，不太好放啊。是这样的吗？原来？平衡有关系啊，你前后左右放的话它关系会很大，好像原来不是这样的。 OK， 咱们看看那个耕地那边怎么样了，然后顺便坐一下呗，坐一俩水泡再给接上，先到车那边，然后把这个飞行器先挂在上面，因为卡啊。 OK， 好，我现在把它挂起来，后边放个方块啊，我看看啊，这个吧，把它挂在这儿啊，这还有根棍。好，然后我上车。 OK，然后呢，我把我的东西塞到这箱子里边，这个差点不够啊，先给我做两个水泡吧，对吧？先别说别的，一个两个 ，OK， 你看还是缺这个啊，别的不缺，水泡两个，然后咱们看看耕地怎么的了，这可以插这里边啊，吹你的吧，哎呀妈，这掉落物塞进去，做完了吗？哎呦，这全是胳膊，全是我的这个打狗棍是吧？阵法给我弄的。这我得整到什么？这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来来，停，爷爷停着，我要进去。OK， 你这收的怎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收的对吗？这怎么好几个没收呢？菜花你又没收，这个你又没收，他是不是推的太快了？你这个也没收，你俩是不是有点问题呀、啊？太高了，推的好像太快了。我看一下，这谁有这个速度没有给调快的啊？我在想啊。哎，别想了，这么地儿吧。这个是8个啊，这个我还要留2个啊，我还种这个。我看一下啊，还搁这儿种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是吧？留2个啊。啊，这个是收完了，它应该。等会儿啊，种上。这干满了。那个什么呢？菠萝呢？菠萝不是你收的啊？我看一下啊，子弹弄了挺多。
部落搁这儿呢，也是六个啊，那咱还种六个，这一点点攒呗，留点底儿啊，别全给种了，因为这玩意儿你整完就没有了。没有怎么办？没有你就得去上那个大楼去继续攻击，是吧？遭老罪了。这两个就死命留着啊，就不动了。然后这几个咱们就这个催熟一下，然后剩下的咱们就种普通的啊，什么子弹呐、啊、什么之类的啊，咱们就弄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再放回去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有点多吧？我看看啊，子弹我先拢一下呀、啊，子弹有点多、啊。这些呢都可以，这个旁边就打包的啊，可以打包。不过我现在觉得用有没有必要打包啊？子弹全放这儿啊。嗯，这个过来。哎我的妈，这西兰花长这样，长得还挺快啊。子弹放上，到时候打架拿来不及的话，我们搁墙上抠不更快吗？比翻箱子强，我感觉。而且直观是不是？嗯，我这耕地还一堆呢。种子，那咱就西红柿挺多的，这还有子弹呢。这个子弹我就背两桶吧，是吧？菠萝搁这儿呢，菠萝和西兰花三个，这几个怎么办呢？这几个能挂墙上吗？食用？你疯了？这我能吃吗？这俩我打死我也不能吃。那先这么搁着啊。这西红柿也太多了，给你。种子给我，我还得种啊。吃的太多了，那我就主要是种那个马铃薯得了。这个还有菜花，这两个就留着啊，这个别动了。然后西红柿我先别种了，我全种子弹得了，吃的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西红柿这个是啊，这儿放一个，放整洁点呗，是吧？下回好拿，你看哪儿是哪儿，马上就能看着。那就全种子弹呗，来了全给他们干死。OK。他这个水怎么喷到这儿就停了？还是我收的啊。OK， 这几个。那几个重要的种在里边，然后那俩水泡好了吧 ？OK， 手动种行啊。我还是想种子弹的，这个是吧？全是子弹。OK， 这样呗。吃的太多了啊，吃的我根本吃不了那么多。OK， 这还差一个。那水泡再拿过来呗。一会儿天黑了，他们就会过来攻击我的耕地啊。小伙可能觉得，那他们是啥时候来呀？这儿看着没有这个数值。说是非法的这个种地的地方，然后他们就来攻击了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两个水泡的话，一个放在这儿，一个放在这儿，就差不多。我去看一下啊。哎呦，我这咋出去？我出去！哎呦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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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！我出去！我出去！哎呦我去！哎！哎呦我！看见没？那边显示的。走，咱把那两个那个什么给弄了，水泡给拿过来啊。机器人还没来呢。5:10是吧？机器人就来了。OK， 我上去。这里边呢吧，水泡啊，一个水泡，还有一个呢。我是眼瞎吗？怎么就一个呢？哦，搁这儿呢，俩。还得有那个什么风蜡是吧？那我就走吧。机器人还没来呢啊，咱们赶快进去，把他的腿给支上。别动，我先进去。然后呢，赶快把它放上。然后他就在外边还转。看到没，好多机器人的脑瓜胳膊啥的来了，都给你们弄死啊。然后咱们这个水泡就是这么给接的啊。对齐一下吧。妈，这玩意儿得对不齐呀、啊。是这样吗？这一个。这样一个。行。然后现在干嘛呢？接线呢，从这儿。这我咋出去啊？哎，还行。拽这个啊。这一个水箱只能连大概是5个吧。你。再多连就不行了，不太好进呐、啊。我顺着他那个劲儿进去，哎，我错了。好，好了吗？全连上了啊。然后你给我浇一趟水呗。我站在这儿啊，这个可以挪到后边去，能多种一点啊。浇一下水呗。停，别浇了，线没连完。停。这个还得跟谁连呢？跟这个货连。哪去了？你们跟是他吧？等会儿啊。我怎么有点干懵了？他连接他，好了吗？都连了吗？都连了，应该。我再试试啊，来快点，两排得有水啊。啊，他是管这一排的，你这不对呀、啊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应该把这个谁那对准了吗？这是往缝里，这是往缝里吹呢。现在碟是多了一排啊，那就中吧。我感觉这样有点不合适呢，
来人了啊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的防御系统怎么样啊？死心呐、啊，看见没？就要回我的耕地。你这边只要种上，他就开始来人，拿你当高尔夫球给你打出去，打那么远，他还能来吗？这死心眼还来。这个打狗棍这个阵法呀，这个比较省钱呐、啊，比那个什么电锯拉是吧？比那个还成本还这个低廉。这坏了一下，用点破木头一支上就完事了，修修补补的也便宜是吧？不像那种什么什么是吧？什么测试，然后用电锯再伸出去，用活塞再给他们挤死啊，比那个便宜，反正效果不到啥，到目前为止还可以。如果要是有那个什么的话，有远程机器人的话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是吧？那玩意儿远程攻击呀、啊。行，这边就专门观察的地方啊。水再给我喷一遍呗。我得站在这儿啊，水再给我喷一遍呗。那旁边还能再给我稍微喷点不？这个就属于吧，就不是特别那啥的啊。多喷了吗？多喷了，多喷了一个，多喷了两个。他这玩意儿好像也得升级一下。你是多少级的？他是四级的。你呢？你是个三级的。他升的更长啊，13。你再稍微给我升一下呗。我没有部件套装啊，部件套装我。是不是给那个车放车里边了？应该是啊，还不错啊，水炮整一堆，可以再加点啊，这个就加水炮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技术难度。现在唯一就是什么呢？它喷水啊，它对准的是两个缝，看着没？这样的话我能到稍微多占点便宜，是吧？你看上面这个水炮是几个？我们瞅一眼啊，哎呀，这数个飞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个啊。到现在这个喷应该是8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看8趟，它是对着缝喷的，它可能喷到这儿，也可能喷到这儿，稍微能占点便宜，这便宜占的不是特别多，我感觉。我看一下啊，我还是种子弹吧，为什么呢？后期啊，咱们那个子弹比较废啊，你看你想啊，就换那个喷子子弹，是吧？要不然就是不是换那个喷子或者换机枪，哪个不废啊？肯定得需要啊，大量的子弹。然后这个再升级一下吧，再往前推一下。这每次升级就是两个，那边应该还有，我的飞行器里边也应该有部件套装升级东西。哎呀妈，这水炮可以。